我在首尔大学有任务吗？刚刚那些背景知识，我觉得不用介绍太多，我只是来看一下。看上面说有个鸟巢。为什么他也在跑？小心慢点啊！小心慢点！哎 ，Mission start。我一点都不想杀你们。好了，吐槽完了。那幅巨大的海报了吗？上面写的是温度 fighting， 今天加油吧。对，这也是我想跟我自己说的温度 fighting。